华 TV Super 全岛独家上映，今年韩国暑假票房第一动作电影《魔鬼对决》，王景文、李正宰两大影帝气势比拼，黑帮、杀手、刀光血影、复仇厮杀，挑战人性底线。而家华 TV Super 所有客户只要70蚊，就可以喺《魔鬼对决》专区或者晚点特区订购，仲有48小时观赏期，揿个掣即刻有得睇。